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下一个队长主播，我叫莹莹。有喜欢我的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时通知。然后我们先选一下下个麦序的衣服。第一套是黑色的连衣裙，第二套是红色的套装裙，然后可以选一下一和二扣在公屏上，然后截图三二一停。第一套，然后这个麦序是给大家跳爵士舞，下一个麦序是古风舞。爱看跳舞就来99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喜欢我们五星午休嗨翻天的，可以点一下我们的预约。
老公公，为什么要刷棒棒糖啊？我想要什么你不知道吗？不能给我想要的吗？那么渴求的时候是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咱们有那个工会票的上一上，有免费的工会票的可以走一走，包裹里面有免费的可以上一下，还有一支舞啊，要什么票？我等一下回去还要打 boss 呢，我都说等一下我都直接死亡了。还有一支舞给你们跳一个，跳个小野猫吧，好不好？然后下个麦序，下个麦序给你们跳古风舞。如果我待会儿跳完还有时间，我给你扭个秧歌，你给我上点票行不行啊？내 모습이 더 계속 깊어들 거야 yeah.
一半吧，我今天裤子穿的有点高，好热。我明天记得不穿那么高的裤子了，有点难受。然后下一个麦去给大家跳古风舞吧。然后古风舞，你们喜欢在地上趴着是不是？我待会儿下个麦去古风舞，就在地上趴着不起来，全是地板动作。太热了，我开了空调，主要是。明天记得不穿，不穿不行啊，会卡住的。你们男生穿牛仔裤难道不穿内裤吗？不会卡住吗？肯定得穿的。然后下一个麦序我们再见了。